百香果柠檬蜂蜜腌制法。准备材料：百香果、蜂蜜、柠檬。一、将百香果果肉挖出，放到碗里备用。将柠檬清洗干净，切成薄片状，放入盘子中备用。二、准备一个容器，加入百香果汁、适量的蜂蜜以及柠檬片，倒入温开水搅拌均匀。三、百香果柠檬蜂蜜浸泡15分钟后，可装入杯子中，便可饮用。